由復康力量主辦一年一度的相見共融日，今年會在10月25日和26日在維園大草坪那裡舉行。咁除了有很多不同的攤位遊戲之外，還有義診啦、義賣的服務，所以是非常之適合一家大小去參與的。而且今年的主題還會有100條的小龍一起升空，哇，非常之精彩，到時一定會很壯觀添。咁另外亦都有好多歌星朋友去唱歌表演㗎喎，所以咁精彩咁好玩嘅日子，記住一家大細到時見喎，10月25日、26日到時見。